我们都了解，军人实际上就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安全的，因为他们的存在，人民的生活才变得更加的安全，社会也更加的安全。但是在平时生活中，我几乎很少看到军人的，接触最多的就是警察了。并且我们在看到警察他们去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他们正常都是穿制服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实际上他们穿的制服颜色是不一样呢。警察他们有的穿的制服是白色的，还有的是黑色的。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设计呢？这中间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平时看到的警察他们大多数的都是穿蓝色的或者是黑色的，实际上这样穿制服的警察他们的官职并不是很高，这样的警察也是跟我们的平时生活接触最多的，因为警察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周边的人是很多的，并且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穿的制服颜色也是比较深的，主要是因为这样在人群中不会显得那么突兀，并且他们穿的制服的也是最经典的，之所以给人们的印象是最深刻的。那么白色制服的有是什么级别的呢？首先白色的制服很容易就弄脏了，并且要是在人群中也是特别显眼的，并且穿白色制服的人我们也是很少看到的。我想大家应该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的人吧，只要是因为这样的人物等级比较高，正常他们都是正处级别以上的，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有资格穿白色的制服。